回到全国流行艺术为今麦开始，邀请青年艺术家刘承俊举办创作课程。刘承俊将伊的作品用伫版画甲设计元素，体现出较理性、简单的风格，邀请乡亲做回来欣赏这美丽创作艺术。第一看到版画有石刻版画、油印墨刻、水印墨刻、黑白版画、特色版画等等。花旦全国流行艺术即届邀请到青年艺术家刘承俊举办创作课程。刘承俊就是将画图作品用入去版画创作当中，呈现出理性简单的风格。艺术家刘承俊表示，即届所展出的作品分作四个系列，分别是一件版画作品加三件画图系列作品，拢是以一种观看自我的方式来探讨记忆当中的美好景色。对于家乡的一些记忆，跟我生命中的一些生命经验，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部分呢，比较多是跟花卉有关。然后因为我是宜兰比较乡下的小孩，然后对于自然的东西跟昆虫啊，跟花卉的部分是比较有那个感情所在，就是会有一些感情的牵绊这样子。所以画的东西主要都是在家乡里面的一些风景这样子。啊，全国丽园大饭店哦，这次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刘承俊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艺廊的一个个展的。那这次的个展是从6月26号到8月11号，这个档期刚好是暑假期间，所以非常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到室内来看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个展。那这一次刘承俊这个艺术家呢，主要就是百花盛开，那有很多的多样性的一些图案，再来他用色非常的饱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跟亲子之间来一趟非常棒的艺术之旅。全国流行艺术刘承俊创作展一直展出到8月11号，青年艺术家创作呈现对记忆甲想象的美好回忆。乡亲有时间，拢会当到现场来参观。新竹华新闻北边林花旦采访报道。